Let's go. Follow me. Yeah. 多少次我被打败，但我仍然还在，出乎敌人意料之外，我竟然活下来。浑身伤痕累累，证明我的存在。大家都在研究我怎么做到了这个，但原因很简单，我是命中注定的 winner。 当我穿越你的 crossfire，触发了个 crossfire。 接通，我是 W。 报告幽灵计划进展，迈克尔已经获得大量人体实验数据。是因为上次的毒杀爆事件吗？是的。迈克尔已经丧心病狂了。他们找出阴郁元素的秘密了吗？实验结论：普通人无法承受阴郁元素的毒性。普通人？阿瓦德推算，人体只有1/5的几率会产生这种毒性的抗体。 他把这种还未发现的抗体称为原型体。阴鱼放射出的毒素会破坏人的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，不同的体质表现为迅速昏迷，或者失去控制，直至死亡。同样吸入了大量毒气，龙也现在已经自愈了。你不觉得太奇怪了吗？经过检测，他的细胞活性比常人高出3倍。 自愈能力非常强，我们对他的血液进行了分析，有一项数值高得可怕 ，ATP 高能量，那他岂不是超人的体质了？还能对他进行更深入的实验吗？除非再向他注射毒素。算了，没这个必要。因为阿瓦德拒绝做人体实验，迈克尔可能会召回另一位重要研究员。嗯，目标确认了吗？ 确认，马克博士，现在的身份为西海航运公司的老板。10年前曾参与对阴郁元素的研究，是阿瓦德的搭档。发送位置。是。我会找机会进入资料室，探查项目进程。祝你顺利。令狐，保卫者处处抢得先机。这次行动一定要把人带回来，要确保计划万无一失。 他平时都是这么老实的吗？从小卧的病房出来就这样了。喂，小子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的开除申请被我撤回了。你？刀锋他已经归队，现在是你的队长。什么？大叔，你就是刀锋，还是我的队长？刀锋可是保卫者的传奇，跟着他学习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 是他极力挽留你的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的 ID 卡可以还给我了吗？这个暂时还是放我这里，这是同意刀锋替你担保的条件。大叔，队长，你也觉得我这次救人救错了吗？错了，也没错。什么意思？救人对于你来说，难道就是这么轻松的事？ 可以天天挂在嘴边上。你小子再狂，也要有个限度吧。我倒要反过来问问你，你觉得你有错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是想救下岛上所有人。
可是我没有做到。听着，小子，这世界上没有白来的正义，也没有童话故事里的奇迹。现实是，被你救下的人会打心底里感激你，而那些没被你救下来的人，却再也没有机会去恨你了。你要在这两者之间找一个答案，而不是让我或者别的什么人去给你答案。第一特战队注意，有紧急护送任务。第一特战队注意，有紧急护送任务。请进。马克博士，请跟我们走吧。你们两个留下来仔细搜查。是是。一个人保卫正义的方式有很多种，你只是还没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一种。但是，你如果放弃了自己所坚信的正义，那才是无法挽救的错误。老实说，我觉得你还是很有前途的。不过接下来要怎么走，选择权在你。上车，快点！你们两个在一楼警戒，龙爷守住出口，蓝带队和我上楼。快，抓紧时间。什么都没有，不好，还是来晚了。攻击队形前进。外面有人，快隐蔽，别动。就是刚才的车队。狙击车队，把他们逼停。龙爷，追上他们。刀锋，有三辆车跑掉了。报告，车里只有司机。跑不远，追。来了，队长，你真是太帅了。队长，舒特，查一下我们所处路段的监控，看看是否有可疑车辆。是，正在排查。林虎，情况怎么样？我们只早了一步，现在被保卫者咬上，还牺牲了几个兄弟。舒特，抓紧时间，将马克交给大雄，你和白狼按原计划从机场撤退。是。大雄在七号路口接应。白狼，唐人街道路狭窄，你在那里设伏阻击，为大雄争取时间。我把保卫者引过来。报告队长，经过对比，离你们15公里有3台可疑车辆，1分钟前经过。能判断出他们的行动方向吗？通过七号路口后有岔路，一条是码头方向，另外一条通往机场方向。七号公路呢？七号公路已经废弃，无法通行。经过七号公路以后的监控被破坏，你们要注意安全。来。组织队伍，随时准备接应。大雄，我已到达指定地点。我来给你争取时间，你一定要完成任务。别啰嗦。一会儿他们就真的找不到你了。开车去唐人街，带他们兜兜风。时间刚刚好，我们可以走了。队长，机场方向不见潜伏者。又一队。龙爷，追上去看看人质是否在车上。
经带人前去增援。这到了，目标在机场方向。干得好，龙爷，咬住他，我们马上就到。老大，他们已经发现咱们了，全都来了，加速吧。注意安全，龙爷，我已经和你会合，注意协同作战。白狼，我已经进入唐人街，准备行动。准备就绪，就等他们进来了。目标进入唐人街，我进去找他们。唐人街地形复杂，不要冒进。你们瞧好吧。猎物进来了，龙爷，注意隐蔽。准备。这里是个死胡同，那他们跑不掉了。营门，快找掩体。隐蔽。这是个陷阱。人太多了，听我，快走进去，给我狠狠地打！他把我包围了，坚持，我马上就到。保卫者们都往这边来了，白狼，我们撤。你先撤，这么多机会，我要解决刀锋。哟，目标在车上。白狼，不要打乱步子，撤！李家豪，拦住他们的增援，亲自干掉刀锋。我们遭到阻击，我们遭到阻击！蓝被挡住了，得赶紧想办法突围。保卫者已经全部被吸引过来了，你带目标快速返回基地。号称保卫者最强王牌的特战一分队，怎么成了缩头乌龟了？我们不能再这样耗下去，龙爷，你得配合我。我出去吸引敌人，你帮我做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你待会儿。刀锋，你出来，我倒要看看这个传说中的保卫者。队长，我来吸引火力。队长，林，快接电话呀！快，龙眼他们有危险！发生什么事了？需要卫星地图。确切许可呢？没时间了，没有许可不能进入最高指挥室。还有什么比队友的性命更重要？这是规定。正在启动最高级别卫星系统。接口楼顶有机枪手，给我找到干掉他的位置。最接近他的位置在三点方向楼顶，但是没有直接射击路线。留指路，剩下的交给我。楼间距15米，龙爷，你过不去，小心！闪躲他！
机枪手已打掉，来，可以进去了。快速突击，冲！手雷！别打了，快撤！灵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潜伏者抢走了马克博士，现在刀锋一分队正在追击。刀锋他们上当了，潜伏者这次玩了一场暗度陈仓的游戏。你去处理这件事情，马克很重要，一定要带回来。那刀锋他们呢？刀锋这次让他归队也是为了队伍的稳定，但这个人不怎么受控制，总是考虑一些超出边界的问题，太危险了。借这次机会去为他们准备几块荣誉勋章，他们需要这些东西。重重火线，来到你面前，我能够在荣光的背后看到。
怀念。